几岁吼？啊，你今仔日摕到这个奖吼，你感觉是啥物感觉安尼啦？安尼哦，我即摆是九十七岁，啊，今日就真欢喜，哦，啊，我做啊真认真，啊，我太细啦，无比较，我是我真认真，真认真。啊，你九十七岁，你即摆讲自几岁吼？你伫咧中心，你是学啥物物件安尼？哦，这样，我上根本我。是加无几年，七八档。七八档，啊！你拢学啥物物件？啊！你拢学啥物？档嘛学少。啊！你上介意学啥物物件？档我都学着。甲阮介绍一两项啊！介绍一两项你学的物件。系啊。学英语啦。我好啊。学是真个哦，咱老外遐人哦，上重要就是在运动上上呀。哦，啊，过来哦，哎呀。唱歌吼，身体够好诶。唱歌，啊，听讲你有学英文哦？啊，学英文嘛，学英语哦。学英语哦，迄个人应该啊都请着，若讲几遍，咱就会了。啊，要来讲讲几句哦。系啊，讲几句，我听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有呀，就会记哩啊，啊，以后就容易较厉害哩。哦，啊，迄个，就你当时啊吼。老师来有讲啦，哦，就完了叫我闭气，哦，就然后 anybody how are you， 哦，我按那边闭个闭就可以了 ，hello， 哦 ，anybody how are you， 那你就啊干笑，海燕加等，哦，海燕加等 ，thank you， 哦。就是这几句安尼，啊，这几句，哎，啊，你运动是啥物运动？我运动啊，太极拳也是啥物？这是老师自己教一款，哎，咱教伊就学，哦，啊，不教伊咱就卖学。啊，你有感觉讲你学这甲进行去，身体，哎，较用，但是就是记忆较好，哦，实在好，那是我老年时阵最好，嗯。啊！你心情咧？啊！你较早无来录音的时阵，你拢伫咧厝内创啥？我有咧做事，较早有咧做事。啊！啊是做产哦，是讲，哎，伫咧婚礼遐是进产吗？进产的吼。哦。哎，你姊也无聊无？进产咯。你姊也无聊无？啊！迄时阵还未来录音的时阵，你姊也无聊无？他，伊只要在做事，有咩差无聊？哦，你做到几岁啊？八十几岁啊，才退休，就开始六年才退休哩。哦，九十岁才退休，哦，真厉害，好，谢谢，恭喜哦，恭喜，系啊，恭喜，系。你阿伯的大名是几下？张坤慈，张坤迪，工厂张，工厂张，哎，完整的拢姓张，哈，我来讲，我是讲名单啊。日比坤，哦，日比坤，张正云汤，池塘的池，他长开池塘的池，那个高高张坤，差不多。你讲了就好。啊，你有几个孙？嗯，你有几个孙？你有几个孙啊？我，嘿，我内孙两个，啊，外孙张正云。哦，内孙两个。嗯，家家的孙嘛，不长个。哦，你会晓讲，因你恁孙啊，有甲你肯定无？啊，无啦，无，我听你听无，听无啦。你讲那个会娱乐无？恁孙啊有娱乐讲，你会晓讲英语无？我处理啊，我咧啊咧，要你叫我听，没有，我讲的孙啊有出息。无啦，就是孙啊，若是听到你讲英语，哦，啊，因的反应安怎？哦，孙啊。哦，伊也讲咧娱乐，咱在欢喜哦，嗯，啊，伊也看到哦。啊，这个咱儿女弄出来啦，啊，这个咱儿女咱心情就较好个，就较好，较快乐个。啊，有甲你儿女无？啊，有甲你儿女无？啊，还不会用哦。哈哈哈！多谢，好，谢谢，多谢，阿伯，多谢，好，谢谢阿伯，恭喜，恭喜。